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奇都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已达，其名曰尊者焦成炉，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德尊普贤第二，又贤父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住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床菩萨、至善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解脱菩萨，而为上首。前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多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思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罪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城，坏诸欲欠，洗濯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三苦，生灌顶阶，受菩提记，为教菩萨作阿舍离，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辟善幻师现众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道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猎魔见网解诸缠缚，远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身禅定，悉睹无量诸佛，于一念顷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请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复佛种性常始不绝，心大悲，明有情，眼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计附和，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士七千人，亲信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共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具，又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越狱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住极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
俱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汝为哀悯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汝今思问，胜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之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冤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凝，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世，光阐道教，欲整群盟，会以真实之力，难直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汝今所问多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请助无量亿劫，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慧救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世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发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与世超异。信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于者。往诣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伽脱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珠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尘劳，超过无边恶趣门，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宁得度，已度知者始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速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拔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唯佛圣智能正知。纵使身子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自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偈而白佛言：我今为菩萨道，已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必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度，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冤软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躲凉，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人有至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
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禁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与之。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度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结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具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既设受矣，复以是自在王如来所，其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更堕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净洁，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豪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通，若不悉知亦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顷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亦皆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自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经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
我做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直众得本，自心回向，欲生极乐，无不遂者。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唯道作善，遍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性，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聚，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落尽比丘。若其想念贪计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语如钟声。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补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有人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遇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于宝树间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莹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睹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楼观，池流华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身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失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忍，于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收此愿已，以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思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复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出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
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悉圆满，亦大悲心，利益诸群品，离欲生正念，尽会修犯恨。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过明，明记众恶难，悉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行，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狮子吼，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思愿若克果，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花。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域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施弘誓愿已，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于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依真谛门执重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惠利群生，自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慈忍，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惨屈之心，庄严重行，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集，善护口业，不积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城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旃檀优波罗花，其香抚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爷，未来佛爷，为今现在他方世界爷。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之那由他佛刹，有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皆愿作佛第十。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作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
告诸比丘，是王子等或当作佛，比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值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国界严净第十一。佛意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恶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雨鸣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欲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汝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住行业地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游巡，或百千万亿游巡，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远近，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亦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垢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佛意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星宿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一一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悉为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熟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异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树片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唯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合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
水晶为烧，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复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直，茎茎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十花，初五阴生，微妙工商，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富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聚宝所是诸宝柱，金珠绫罗周匝条间，珍妙宝网罗覆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颜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虽诸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惟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由见彼树故，或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者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罗冠难损，一阶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经行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经行思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中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由旬、二十由旬，乃至百千由旬，湛然相结，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方，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池，出种种香，是无能御，随风散覆，盐水流分。又复池室七宝，地布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米覆水上。若彼众生过遇池水，欲至足者，欲至膝者，欲至腰翼，欲至颈者，或欲贯身，或欲能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宝沙映澈，无声不照，微然徐回，转相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极静声，无声无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则独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生，悉受清屈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恶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俗，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
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宁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比若，有比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比之刀立天王又复丑劣，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及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度，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复次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欲食时，七宝钵器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食，食无食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以化去，实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宅，称其形色，宝网弥覆，显出宝灵，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晃耀，尽极严厉，罗冠难损，常与房阁，广狭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意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华语第二十，其佛国度美于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及众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犹不万种温雅德香，其有闻者尘劳过习，自然不起风触其身，安和调适，犹如碧秋得灭尽定。复吹七宝林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罗软光洁如多罗绵，足履其上，莫生世子，随足举矣，凡复如初，过时时候，其花自没，大地清净，更遇新花，随其时节，凡复捉片，与前无异，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亦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殊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复次阿难，彼佛国度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复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复是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界中如恒沙佛，各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何以故？欲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
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倍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至心愿生彼国，凡有三倍，其善倍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经须臾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生，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不当专念极乐国度，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装备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是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自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是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劳役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与之，定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度，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生宝刹中速得闻法，永不退转。复至阿难，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自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度。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迁徙，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语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绝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
礼供听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为欲瞻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诣佛所，恭敬供养，听说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维，上下亦复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唱发和雅音，歌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深法门。闻佛圣德名，安稳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因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庆生欢喜。佛语泛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事，无悉知彼愿，自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刹。知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胜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至不退转。菩萨心自愿，愿己国无异，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侍万亿佛，挥化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养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欲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于一时顷复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是所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由旬，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若不更以心花从散，前所散花终不互若。于虚空中共作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经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积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宜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洞视侧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鸢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可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巡，菩萨光明照百游巡，有二菩萨最尊第一，
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欲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作大力要。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生第二十九。复至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处，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甲胄，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虽生五浊恶世，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恶趣，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泥环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相教授，转相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泥环道，当作佛者不可生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诸水流行多入海中，是大海水宁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盛。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生言。菩萨修持第三十。复至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于习，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俗，若言简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浮无脱，无诸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炉，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心是语，要在正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恶于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圣，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圣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洗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雷震绝未绝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旷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树复印大故，如金刚杵破邪执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琉璃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法鼓见法床，要会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
引道群生，舍诸爱着，永离三过，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服一切魔君，尊重奉侍诸佛，唯是明灯，最胜福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贺亦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远恶圣境。阿难，我今略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度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猛智慧，心不终回，亦无懈时，外若此缓，内读史籍，融融虚空，视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解念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务倾斜，随经约令，不敢搓叠，落于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哀慈悯，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光色参回，转变最盛，玉丹成七宝，恒染成万物，光金明俱出，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五趣，恶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浊世事，挠挠忧无常。劝喻策进第33。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勤身营物，以自己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练积虑，唯心着使。无田忧田，无宅忧宅，眷属财物，有无同忧，有衣少衣，私欲其等。事小俱有，又忧非常。水火盗贼，怨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贪习，颜色长和，莫相为利，或时心争，有所贿怒，后世转聚，自成大怨，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即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欲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门明底徒不信经法，心无远虑，各欲快意，迷疑嗔恚，贪于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此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信，未无有事，更相沾事，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迭相顾念。
忧爱结福，无有解时，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尽，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未忘心事，违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奇。若朝当熟思记，远离众恶，则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亏负精戒，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欲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执佛，复闻无量寿生，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截断狐疑，麻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朝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脑溢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错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洗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济，自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间耳，或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生彼边地，七宝城中，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浊世恶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唯此五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舍五恶，去五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令此五善，获其福德。尔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劫，残害杀伤，叠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乞孤独，聋莽阴哑，痴恶汪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犁禽兽冤非软动之属。譬如世法牢狱，巨苦极刑，浑神命精，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厄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治，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欲自后己，欲贪多有，利害胜负，结愤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自敬，无依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争谤，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己，消散复取，神明克世，终入恶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
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或交结聚会，兴兵相伐，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己妻子，极身作乐，众共争厌，患而苦之。如是之恶，著于人鬼，神明济世，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增嫉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遇人未尽，无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绕归。又其名籍记在神明，将就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祸，身心摧碎，神行苦极，当思之时，悔复何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反逆，譬如怨家，不如无子，负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游善，单酒嗜美，鲁户抵徒，不是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晓，六亲眷属资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生众，愚痴门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仁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意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至，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以后，江河几乎。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至当知，无谁待者。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语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俱进，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奇，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至于其中一心自意，端身正念，言行相复，所作自成，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泥环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欲汝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此生不得，世众见之，或于寿中入三恶道，仇痛酷毒，自相交然，共其怨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欲自快，无复屈直，私欲所迫，祸己争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失章，自然纠举，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朝作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嗜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形当专，
动作瞻视，安定徐为，做事仓促，败毁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读评德宝第三十七，汝等广执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上百岁。说以者何？彼佛国度，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唯此世间善少恶多，饮苦食毒，未尝临习。吾哀汝等苦心毁誉，授以经法，悉持施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相教语，自相约俭，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悔过，去恶就善，朝闻细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喜心易行，自然感降，所愿则得。佛所情述，国义秋聚，米布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怨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哀汝等胜于父母念子，我于此世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定获五德，生无为之安。吾班泥环经道渐灭，人民惨畏，复为重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汝等转相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合掌白言：世人恶苦，如是如是，佛皆慈哀，悉度脱之，受佛从悔，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朝遇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度，应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白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境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德本，汝欲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与时，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处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及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犁溪谷幽冥之处，溪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解水弥满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示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及异形类，唯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冤非软动，汝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卸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
钟磬琴瑟，箜篌乐器，不古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胝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净天眼观一巡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西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汝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林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汝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唯然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唯然已闻。我言汝见彼国净行之众有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汝悉见佛。此是白言，如佛所说，一一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汝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生。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生者？边地疑城第四十。佛告慈氏：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圣广智，无等无伦，最上圣智，于此诸智疑惑不信，由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复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于智善根不能生信，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由续念不绝，结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尔身形所作，心智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圣众。其人智慧不明，知经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己善根，作诸功德，至心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生，跏趺而坐，须臾之顷，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生者智慧甚固，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惑尽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城楼起殿宝藏金床，南窗踏座妙事奇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系其两足，诸小王子凌乐持佛。此是白言：佛也，世尊，彼忧执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诸进城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悔，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智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主花胎犹如圆院宫殿之响。而已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
男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侍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药。若此众生视其罪本，深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失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十四白言：云何此界一列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持世：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持世白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果，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欲相救免，邪见业王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世智聪辩增益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复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执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执重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众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远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度，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华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具大精进，发趣于胜，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事所修坚固之法，此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世：汝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速即安住，得不退转，即欲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起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趋惨畏之心，摄入大火不应已毁。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希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都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成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威力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世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滞，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逸多，如是等内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义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生彼国度。世人已曾执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应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执施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事难执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亦为难。若闻师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内出者，皆由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恶道中来，宿殃未尽，未当度脱，故心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嘱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五趣，备受为苦，殷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劫。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净刹。福慧始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已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信此事。二交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成于佛执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以受持及书写读诵赞演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节思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智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执，幸会闻法难终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性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闻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
天人世间有万二千那由他意众生，远离尘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肉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始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各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俱胝那由他人得受记法忍，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尔时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喜声，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花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及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